有请来自东北肯尼亚的马赛族千里眼 Daniel 以及来自蒙古国的千里眼巴特夫妇。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千里眼，节目组来到了非洲马赛部落进行测试选拔。正常人的视力为 1.2， 15米距离则代表着 6.0 的视力，这已经是常人的5倍。最终丹尼尔凭借无与伦比的视力脱颖而出。随后在中国长城，他完成了800米外辨认京剧人物的惊人挑战。之后节目组收到了蒙古国巴特先生的挑战申请。在对巴特进行测试的时候，我们却意外发现坐在他身后的妻子同样拥有超过 6.0 的视力。巴特夫妇合作完成了海上1000米外辨认出人体动作的挑战，刷新了人类对视力极限的认知。恭喜你答对了，耶！今晚在年度挑战王总决赛的舞台上，千里眼这个项目获得了李博士给出的一票直通权。这我投这个票是投这个项目，对，不是投一个人啊。这个项目希望他们再有个决赛，再有个决赛。好，挑战不可能，年度总决赛，我们将在场外去见证来自蒙古国和肯尼亚的这两个势力的全世界顶尖高手再决高下。挑战规则，两组挑战者分别站于起点处，对面汽车将从100米处向前行驶，车头放置3个大小为2厘米的翼子标志。当挑战者认为车辆行驶到能够看清的距离时，即举牌示意停止。挑战者需要准确写出2个翼子，该停车米数即为有效成绩。每组各有2次机会，最终成绩最远的一方获胜。我们会从2次有效成绩当中选择挑战者最佳的一个成绩作为他最后比拼的成绩。两组挑战者听明白了吗？好，我们的挑战将从来自非洲肯尼亚大草原的 Daniel 开始。现在我们首先要有请3位评委来帮助我们的汽车车头写下3个字母的方向。每轮挑战开始前，3位评委将分别写出3个翼子的摆放位置。挑战助理依据评委的座位顺序，将卡片贴于汽车车头。好，我们的挑战助理已经将卡片准备好了。3、2、1。第一轮挑战开始，开始。好，汽车已经开始缓缓地向前行驶。 Daniel 只要在他能够看到的那一瞬间举起牌子，汽车立刻就会停下，而他停下的那个米数将被记录为这一轮挑战的米数。 Daniel 正在努力地看着。为了让观众朋友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视力的差别，我们用摄像机模拟了100米处一般人视力 1.2 和超常视力 6.0 所能看到画面的大概样子。随着车辆的不断靠近，看到的标示也会逐渐清晰，而同样拥有 6.0 视力的他们，谁能看到更远的距离呢？好，奈奈已经举手了，停车。奈奈已经举手了，停车。好，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为我们宣布一下这一轮它的有效成绩是多少米。目前车头的距离是60米。请 Daniel 说出这3个字母的方向。Yanalo. Yan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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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alo.
李博士，正确吗？好，第一个对了。好开心啊！只要再对一个，第一轮挑战这个米数就可以成为有效距离。哎，你呢？好，他们的第二个选择。很遗憾，很遗憾。但是没关系，他只要把最后一个字母能够看清楚，他就能够获得这一轮的有效成绩。此时丹尼尔的首轮挑战一对一错，按照比赛规则，他必须准确指认出第三个意字，该停车米数才为有效成绩。确认吗，丹尼尔？这可是你这一轮的最后一个字母。确认了。第三个正确吗？拔剑评委。正确。正确。好，那么 Daniel 的第一轮挑战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来自蒙古国的巴特夫妇，他们的第一轮挑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我们的挑战者准备好了吗？好，发车，发车。来自蒙古国的巴特夫妇，他们的第一轮挑战开始了。汽车同样用非常缓慢的速度在向前方行驶。停车，停车。那距离多少？目前车头的距离是83.4米。这夫妇俩这一把也是拼了，争取不给丹尼尔留任何的机会。哇，他们三个在我说话的这么一会儿功夫，两个人已经把三个都写出来了。确认吗？好，停，辨认。李博士，我这一轮他们把三个方向都安排成了一样的，但是选手没想到他们这么坏。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距离，这个挑战，至少对了一个。急于求胜的巴特夫妇直接将车停在了83.4米，超越了丹尼尔20米远，但三个相同方向的意思，他们只答对一个。按照比赛规则，该停车米数无效。接下来，丹尼尔第二轮挑战，将车停在了65米处。丹尼尔已经确认了他的三个答案，请三位评委确认。很遗憾，丹尼尔第二轮挑战失败。他的最终成绩定在了60米，现在仅剩巴特夫妇的最后一次挑战，谁将成为本年度挑战不可能中真正的势力王者，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宣布，蒙古国巴特夫妇第二轮挑战现在开始，3、2、1，发车，发车。夫妇俩现在还在辨认。好，举牌了，举牌了。挑战助理，请告诉我目前的车的距离是多少？
目前车头的距离是70.1米。哇！大神，这些。他们已经写出了两个。来，请看。正确。第一个李博士正确，第二个。正确，第三个错了，第三个错误，70.1米，新的成绩诞生了，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我宣布最后获得直通权的是来自蒙古国的巴特夫布。恭喜两位，原本这个由你们和 Daniel 共同平分的直通权现在完整的交给你们。200位观众评委投票现在开始。好，究竟来自蒙古国的巴特尔夫妇这对千里眼夫妇能够获得的票数是乌里吉玛巴特埃尔登这对千里眼，他们拿到了169票，祝贺你们。